OK， 好，你加媒体。现在会不爱犯滥吗？就是没见着他就会想他吗？想，当然想。这个，不是因为不是因为这个戏还没拍完嘛，必须要完成这个作品嘛，是吧？但是我觉得，当拍完这个戏之后，我觉得我肯定要会放一段比较长一点的时的，想起，然后陪陪陪家里妈妈，还有就是糯米妈妈，还有嗯，好，来这边。 我暂时还没有尽力到这个过程，所以我现在真的不敢随便回答这个问题。但是啊，我觉得就是，但是还是希望自己要有最好的表现，因为现在各种的网络那么发达，他肯定以后会，我就算我现在说的每一句话。 他以后可能都会看到，长大都会看到，所以以后每一场或者每一个表现都要更认真、更努力、更小心一点。接下来要走上红毯的是正在热拍当中的一部电视连续剧《一念向北》的剧组代表。哇，现场已经嗨翻了，让我们欢迎剧中的主要演员刘恺威。 张丽、吴建飞、梁又琳，欢迎！帅哥美女的组合永远是吸引着广大粉丝。哇，欢迎三位在我们的背景板上签下各自的大名。 我们有请刘恺威、刘步，有请。当然，我们也有请两位继续走上红毯，谢谢。但在这里，想要访问一下恺威哈，因为这一次不仅仅是演员，而且还是制片人，做制片人的感受是怎样的？制片人的感受啊，其实觉得还是当演员舒服。为什么？<笑>啊？ 因为你要操心的东西实在太多了，需要控制很多很多的不同的部门。对对，但是那个满足感又是演员感受不了。所以下一次如果再演戏的话，会不会一边演一边做制片人？你会不会觉得这两件事情有一点点穿越？我觉得其实可能。
希望自己对自己作品有要求的时候，还是希望自己能掌握多一点，掌控力好高一点。但是代表粉丝还是要就是告诉你，一定要注意身体，是注意身体才能为我们带来更好的作品。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谢谢，欢迎你走向我们的红毯。哇，现场有好多位刘恺威而来的粉丝，让我们听到你们的尖叫声。如果我们没遇见过，你是否还有另一种生活？梦长出了翅膀，飞了多久，找到了另一颗心，才能安静的降落。原来海的尽头还有片天空，你始终牵着我的手，想停止漂泊，在遇见了你以后，就让我静静陪着你一起感受，看天空，我为你挂满了云朵，相爱过，时间带不走我们的轮廓，要相信，还是一种收获。一路上，你和我，还有好多的话想要对你说。看天空，我为你挂满了云朵，相爱过，时间带不走我们的轮廓，要相信，还是一种生活。